中法建交六十周年，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。法中文化交流协会刘一彩会长携全体成员。热烈欢迎习主席到访，并坚信习主席此次访法将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，推动中法全面战略合作关系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。彰显友谊之旅，传递信心之旅，引领合作之旅，祝愿中法关系天长地久。